啊，这届哦，真正是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有咱的这个官邸也讲吼，会保佑一下，哦，杨总哦，透过这届这个哦，有惊无险的这个哦，车祸变异的一尊哦，我冥冥之中给我一个警讯，是，因为当时我感觉有人要提醒讲，可能咱的会出事啊。我就开始踹那个挡风玻璃，挡风玻璃哦，哎，我是踹挡风玻璃，他是直接踹开，我一直踹一直踹，因为那时候车子已经翻了，对对对，起火了，是翻天翻，哎，翻车，啊，那冰安呢？冰安呢？冰安呢？冰90度，门都压到，所以那刮杯叫做卡杯啦，卡杯，啊，为什么？然后回你刚才啊，因为当时踹的时候，我急着想要出来，结果还没到刮坑。哦，然后春水先挂掉，伊挂去个九二万，继续搁踹第二次。哦，哦，足紧张的。啊，这届哦，真正是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有咱的这个官邸也讲吼，会保佑一下。真的。哦，杨总哦，透过这届这个哦有惊无险的这个哦车祸，你们看，哎，这边还有血字哦。啊。真是我多谢哦。要发火进诶，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发火啊！对，啊，拄啊车门拄啊拍开吼，唯一的一束西装，我赶紧搁冲伊甲提掉啊！他是冲进去拿出来，不然他现在本来是被偷把铁来去。哎呦，真的，这就是敬业精神。你是不是手机烧掉了？手机都烧掉了，烧光，所以我们都联络不上。前阮太太伫台中。已经收到新闻，讲车火烧啊，全部因安个地你们看他侧脸，惊死人！啊，车祸还有刮伤，车刮伤是因为我变异的一尊哦，我冥冥之中给我一个警讯，是，因为当时我感觉有人要提醒讲，可能带来会出事啊。我就开始踹那个挡风玻璃，挡风玻璃哦，哎，我是踹挡风玻璃，他是直接踹开，我一直踹一直踹，因为那时候车子已经翻了，对对对，起火了，是翻天吗？翻车，啊，那冰安呢？冰安呢？冰安呢？冰90度，门都压到，所以那刮杯叫做卡杯啦，卡杯，卡杯啦，啊，结果那当时就是。真的，这个叫做生死一瞬间。他就有个灵感，说有危险，可能要会火烧火烧车，所以你就赶快踹门，踹窗户，踹那个玻璃门。挡风玻璃，挡风玻璃。有踹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然后回你刚才啊，因为当中踹的时候，我急着想要出来，结果还没到刮坑。哦，然后春水先挂掉，伊挂去个九二万，继续搁踹第二次。哦，足紧张的。哎，同学，你们看哦，他像谈笑风生哦，当时其实是很紧张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我们这里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。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。